斯美人，剧组曝光了一组莫愁女与青二被困大火的剧照。照片中，张歆艺身着一袭白裙，素头淡妆，眼神充满了无助与悲伤。据悉，这场戏的场景与大火都是真实的，拍摄时被烧毁的木头还不时地往下掉落。该场戏主要讲的是剧中以张歆艺饰演的莫愁女与情同姐妹的青儿被奸人所害，身陷大火之中，最终青儿被倒下的木梁压死。剧中莫愁女在经历过父亲弟弟去世之后，再次遭遇最亲的人离开，张歆艺眼神中透露的悲伤，失声大哭的诠释，让观众也是倍感心酸与心疼。